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武飞天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前后收了两份押镖的钱，现在还想弄个一官半职干干？还好，我心酸命不该绝，还有机会跟你在这里见面。住口！那是你自找的。心酸，除非你收回请帖，否则就快点动手，我还要急着赶路呢。不必赶路了。 这里就是终点，也正是你的绝路。休想把你身上的名册交到金兵的手里。名册？什么名册？哈哈哈！少来这一套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的计谋已失灵了。现在我这个本来是做保镖的，却要尝尝劫镖的滋味。好，我成全你。 飞天，那就难说了。不信，过来试试。嘿，这点皮肉之伤算不了什么。不过我真替你难过，武飞天。 像你一个鼎鼎大名的人，却会用暗算来对付别人。心算，真要是暗算，你早就沉尸荒野，魂游九泉了。刚才那招证明你有勇无谋，轻浮冲动。从你的弱点来看，你很难成得了大事。别下的评语太早，武飞天，你狂傲自大，瞧不起江湖上的后辈新丁。你还记得吗？你前后侮辱了我两次之多，今天。 非讨回这点小面子不可，还有，我下挑战输给你，一不为名，二不为利，最主要的是，绝不让你卖国通敌，你知道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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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先花，我心思还用得着你帮我的忙吗？决斗是我跟他的事，你杀了他干什么？我杀他，跟你杀他都是一样，原因你不必问。总之，古飞天是该杀的。你看，历史约书人，南宋皇帝秦成王严义康，率领。